早安，在厨房刷牙，这阳光可以。早上起来第一个见到的是一只鸡，我们就叫它小黄吧，感觉它的样子挺可爱的。小黄，走掉了。还有这只狗狗，这个牙刷超好用，画个广告，自己买。然后。涂个防晒，在这种大太阳的地方不涂防晒不行。买了这个，我刚试用完觉得挺好用的，没有卖广告，这是自购。我不知道它里面是加了什么什么成分，是不会那么粘的，然后呢上脸呢也不会粘什么的，对，它很水性。后涂一下，我记得以前说过防晒霜什么的它都是要卸妆，晚上呢都是要用卸妆去卸走的，不然呢毛孔也是会堵塞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牌子都这样啊，这点最麻烦，其他都还好。因为它这边山区完全是没有遮挡，阳光就很强，你知道吗？尤其这几天太阳太好了，抹个防晒，这瓶是真的好用，推荐给大家。以前我用过的防晒霜都是那种比较厚的，然后还有颜色很泛白，然后我现在用的这个完全不会，抹上脸之后呢也是很润的，不会搓泥。然后拿张纸试一下，滑下来了，真的眼圈不会气冷吧？外头不买一个，它这个好像是台湾的，对 ，Make in Taiwan， 台湾做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，反正我也是看博主推荐，挺好用的，我买来试一下，然后真的挺好用。现在就出发去吃饭。我们看看小伙子今天穿的，你件衫真系咧，你啲审美观咧，很多年前，两三年前。哦，咁收腰嘅，必须嘅。黐线，仲要渐变喎、哦？边条女买俾你嘅？得啦得啦，诶，睇下条腰，马上融。喂。这双鞋子也超好穿，是凯奇的熊猫鞋，超软，那个底超好穿，以后我每条视频都要带货，不过挺贵的，好穿，显高，底软，不怕走。好晒啊，超晒，不涂防晒会死，你知道吗？原来我之前呢去看那个皮肤呢，他说我这种就是皮肤不好的情况是因为我没有涂防晒，那个 UV 光线紫外线把我的皮肤照得越来越不好。专车接送，好热喎今日。系啊。哇，这不就是农家乐吗？呢条湖有啲咩噶？有鱼啊，可以钓嘅。哇哦，山区的小孩，平时啲人去露营咪就系呢啲地方咯。嗯。我哋喺度见个棚啦。嗯。攞我屋企个蚊帐。蚊帐。来 ，come on， 带大家体验一下那个摘果子。来，你这件衣服很像红毛神偷。哦，咁样摘噶，咁就一粒咁样啦。谢谢。好咯。有。有有。哎呀，好得意啊！咩都有十个啊。呢个咩啊？琵琶。啊。啊？咬一啖，爆汁喎！好酸啊！啊啊啊！好酸喎、哦，又酸又苦喎，搞唔掂喎！我嚟呀！哇塞，酸过柠檬，搞唔掂，搞唔掂，要唔要？唔系，汁水系甜噶，啜。饮饮饮饮。够啊，你呢只？睇饮水生个袋出。你唔中意？小镇的小叔。
家的猪圈，黑毛猪。呢啲叫咩猪啊？咩啊？香香猪？藏香猪？哟哟哟！呢个咩饲料啊？纯天然的啊！纯天然咧，你唔好话饲料咧。哦，纯天然嘅咩啊？糠啊？咩系糠啊？哦，买香港啲粟米。哦，我饲料系唔好噶。系啊，我唔识啊嘛。我屋企啲猫都系食饲料啫嘛。如果俾草佢食，草噶食猪，猪食草噶，食草噶，得唔得啊？草咩？好粗喎、哦！喺岛外觉得嗰度好。你要养几耐先咁大只？一年，几钱啊？一只？一只卖几钱啊？可以？带你看个好东西。不会是蚯蚓吧？行远啲先，接受唔到咧。咩嚟噶？蜥蜴？蜥蜴浸水噶？唔知啊，佢自己跑落去。吓、啊？野生的野生食嘅，好晒啊！今日晒窿啦，婆婆话啱啱生出嚟俾我嘅，今天晚上两个蛋。好，做咩啊？边啊咩？阿叔仔喺度做咩？搵我啊？问我好啲嘢，我过两张先啦。到我啦。啊，就系收面嘅。佢老豆咁咯，咁噏佢老豆啊！咕咕鸡，咕咕鸡 ，Good morning， 咕咕鸡。鸡蛋，这个是什么什么咩汤啊？去湿汤啊？鸡骨草啊？去湿汤啊？去湿汤菜。减肥的一天又来了。唔知喎，你係 Food Panda， 即係咧內地冇呢種衫，但係香港個 Food Panda 同呢只色色一模一樣。咩嚟噶？你要做咩啊？洗車啊？係啊。自己洗。係啊，冇錢啊。哇！哇！啲工具齊到咧，哇！給你們看看現在小鎮的車有多髒，他還跑去那個啥呢？哇！我們在那個珠海都已經。好久没有洗过车了，就打算因为回来肯定会更脏。耶、yeah ！啊，小鸡跑出来了，小黄，小黄，小黄。哎呀，识唔识？手手，系唔识嘅，走先啦。毛刷，然后里面是洗洁精。洗完车的感觉怎么样？差不多。干什么？果然是专业的洗车，走了，再见，我们来洗第二辆。
炒鸡、鸡菜，还有鸡汤。这顿有两只鸡哦，还有鸡蛋儿，果然是情缘。无情的暴雨被多情的砸，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。